有人说，风景越美，路越危险，尤其是奇险峻秀的高山。当山难事件一再登上新闻版面，台中市与南投县陆续提出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，登山安全能否因此提升，还是限制了人们走向山林的机会？10月24号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为您播出山区禁区。